买什么就赔什么，韭菜团取暖大会。我身边每个人都买30几块，然后每个都赚到买换车干嘛？就我买的时候90。我显示是因为光的问题，你头上那边有乌云。我那时候买155，我卖在157。我奇怪，我怎么打开我的 app 是绿色的？打给帮我开户那个人，他说：“李安姐，我们有手续费。”我说：“哈，还有这种事？”这个也是。今晚10点，福尔问创快筛，小明星大跟班。